那家伙曾经对我说：“眼不见心不乱，寻常修为，入一切相，破一切相，方得自在。”可是他自己看到那些东西后，不也疯了吗？
莫非身不由己？好端端的，谁敢对那闹天宫的瘟神动手啊？吴怪说的倒不假，借再多的胆子，他也绝技不敢自己谋害大圣。这幕后指使，定然另有其人。 况且这玩意儿邪乎得很，得来后根本不知如何炼化，只好高高供在上面，偶尔骗些小妖怪朝拜敛财而已。若小圣饶我这一次，我自当回到南海负荆请罪。 重戴金箍，从此不再离开布陀半步。哎，别听他掰扯，小猴子，赶紧先把大圣的遗物取回来看看。